曾经我走过冰雪严寒，那一路凝结成霜的寒，苦楚的泪被理想的坚毅风干，让心中的梦在黑暗中点燃。我也曾停泊在生命的港湾，那一只飘摇不定的船，汹涌的浪将我前进的步履阻拦，孤独的雷鸣电闪也要扬起梦的风帆。对不起大家。道歉能把你的篮球找回来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要的不是这个答案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还能重新开始打篮球吗？能。我听不见。能。好，大家还记得我们南洋的口号吗？记得。那是什么？永远向前冲。好，开始训练。好。好，重新站起来，我必须站起来，为了拿到冠军，为了他。好了。集合！好，今天大家训练不错，就到这儿吧。我把明天上场的主力名单公布一下。黑空到，你照样是场上队长。是。杰克 ，yes。罗森到。陈家豪到。星爷啊，啊什么？哦，到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回家休息吧。啊，怎么又是我的替补？哎，不过跟超人一起替补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走吧，你换衣服。没想到啊，这放假后人少的学校还是挺漂亮的。对不起家豪，我其实一直在误会你，我一直以为是你和黎倩倩在阻挠我和那菲尔。
结果到最后我才明白，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阻挠我的人是我自己。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，你能这样想就最好了。放得下他吗？但我没问。其实我现在什么都不去想，我什么都失去了，但我最宝贵的东西还在。什么东西？兄弟。你上次打我的那一拳现在还没好呢。还记得我们的梦想吗？当然记得。我们要进国家队。现在怎么想？那你呢？一直没变。我也是。我一直在想，能穿上我们国家的球衣，代表中国队和世界其他队打比赛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不是可能，而是一定要。对。对。一定要。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他们俩居然是兄妹。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那为什么就是他们俩呢？太可怜了。哎，我们现在能不能做点什么呢？人的过去是不可能改变的，但是人却能决定自己的未来。你是说冠军？我们一定要得到这个冠军。张牧和陈家豪的梦想就是进国家队，如果能在联赛中充分展现自己，得到这个冠军的话，那个梦想就很可能变为现实。你决定帮他们吗？我没说过。罗森，我问你个问题。说。如果你是张牧，我是纳菲尔，你会怎么办？没想过。哎呀，现在想想嘛。无聊。小妮，毕业后我们结婚吧。你说的干嘛？是真的？答应了。谁说答应你了？还傻笑什么呀？还不快点，你妈妈还在等我们呢。想象的要厉害得多，而且他们把握规则的能力很强，有时候球刚好在犯规的边缘上，一般裁判不会吹，这就是经验。罗森，对我们很不利。对吧，教练？对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还领先一分呢。还没有上，小光头也没有上。别说了。金云，赶快跑啊！加油！杨牧，好。怎么样？
这儿的，就这样啊。嗯，明白。哎，刘师傅，关主任，你来了。哎，给篮球队准备的菜怎么样了？都准备好了，等篮球队一回来就给他们送去。好，去忙吧。哎，刘师傅，今天就吃蘑菇啊？是啊。哎。请进。爸，今天那场篮球比赛太漂亮了。输了。赢了，他们进决赛。赢了你高兴什么？到底你帮谁呀？啊，你知不知道篮球队得了冠军，那姓黎的校长就下不了，那我的校长位置怎么办啊？哼，儿子，嗯，来来来，你今天心情挺好啊，在学校居然叫我儿子。你先看看这个，一蘑菇罐头有什么好看的？这是篮球队今天晚上的晚餐。你再看看保质期，三月，过期了。对，我今天到食堂检查的时候，师傅用的就是这个料。那你跟食堂师傅说这事了没有？怎么会？为什么呀？你笨呢？你看，啊。他们只要吃了这个，对身体肯定是有影响。不要说他们打不了比赛了，至少可以影响他们的发挥嘛。影响了他们发挥，就必然影响他们的比赛。影响他们的比赛，这冠军他们还能拿得到吗？怎么样，爸？太卑鄙了！你说什么？啊？说你卑鄙？你居然用这种烂手段，就是为了圆你的校长梦，还要伤害那么多无辜的队员。你也敢来教训我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的未来？这种手段得到什么好未来，我情愿不要。你给我滚！哼。
广浩。哎，黑裤，今天看比赛了吧？看了，你们打得挺漂亮。哎，你怎么去的？我坐车去的。以后跟我们一块儿去吧，别自己出钱。算了吧，不好。都是自己人吧？什么？我说都是自己人。黑裤，黑裤，你们俩别聊了，赶快到篮球馆去做准备。好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忙你的吧。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好。啊，我来总结一下吧。今天的比赛大家发挥得不错，控制比赛节奏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，而且面对对手的犯规行为也能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这非常好。希望大家能保持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如果咱们将来能够，王教练，饭来了啊，解散吃饭吧。哦，吃饭喽，你过来，放到办公室去啊。能不能吃了再放啊？现在就去。哎，好好，哎哎，快点啊，大家快点吃饭啊。啊，坐那边吃。好嘞，吃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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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嗯。哇，蘑菇，我喜欢。哎，给你，别吃。哎，都别吃了。嗯，哎，为什么呀？小光头，别吃了。小光头，水拿着，味道怪怪的。别吃了。小光头，大家都别吃了。你来干嘛？爸，你真这么做了？我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大家都别吃了。这蘑菇罐头是过期的。啊？过期的？啊，过期的。你们知道是过期的吗？我也是才知道啊。那你呢？我知道。哎，可是我正阻止他们呢。哎，你想害死我们呢？我可那么年轻呢，你太狠毒了。好了，大家都静一静。这件事情我要彻底调查。在此期间，关主任暂时停职。啊？什么主任吗？主任呢？活该。老菲尔，吃饭了。老菲尔，该吃饭了。我不饿。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多少去吃一点吧。啊，走吧。好多了。啊，你租的房子还住吗？不住了。我过两天再收拾。来，尝尝这家牛排。你妈妈的身体好吗？我妈妈现在已经好多了，谢谢啊。我们都那么熟了，不用谢了。
我可是认真的，还要再跟我说谢谢，我可生气了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下午我家里有点事，来迟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看，你又跟我客气了。人家家教好吗？哎，你妈妈和哥哥知道你和我之间的事吗？知道了，我哥还老拿这事来开玩笑呢。他今天下午比赛打得真好。你也打得不错呀，特别喜欢看你运球的样子，特帅。是吗？对了，那菲尔姐姐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点啊？还是老样子。嗯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没事，你干嘛叹气啊？只是想到娜菲尔姐姐和张牧，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你不相信我？不是，那娜菲尔姐姐呢？不管怎样，她始终爱着张牧。这次我回荷兰就退婚，我也应该选择自己的幸福。娜菲尔姐姐怎么办呢？就让时间来治愈这一切吧，这可是你教我的哦。造物弄人呢。难得你请我吃火锅啊。今天打得那么好，表扬表扬你呗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我现在一看到蘑菇就想吐。对呀，我都忘了。哎，你现在不闹肚子了吧？我好像没什么问题。你说那关主任打的什么算盘呀？谁知道啊，他好像特别不满我们球队。我看他另有图谋。反正他现在是害人终害己。嗯，好了，不说他了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你挺直的嘛。我本来就不坏嘛。我说的是那晚，你和娜菲尔在宾馆那晚。那晚怎么了？你做的对呀。张牧是我兄弟，而且我从不乘人之危。难道你一点都不想？他深爱着张牧，我放弃。我也是。你放弃张牧了？嗯，他心里只有娜菲尔和篮球。但愿我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。咱俩真不行。是啊，我想他俩以后谁都不想和谁谈恋爱了。你刚才吃的是什么？嗯，难道是蘑菇？你呀、啊，来来来，嗯，你说说你啊，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父亲想让我继承家业，但是。但是你想打篮球，进国家队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早就听说你和张牧的梦想了。我支持你们，你试着和你父亲沟通沟通吧。没那么简单。哎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你也难得送我一下。走吧。嘉豪，你看谁在那边？
还没回去呢。张牧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要好好去面对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张牧，你答应送纳菲尔奖杯的，还有你说过我们俩要一起进国家队的，你没忘吧？所以首先明天的比赛一定得拿下。来，我们俩好久没斗牛了，来比一场。召集大家来开个会，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。啊，夏老师，哎，你把这个调查报告和处理结果给大家读一下。哎，好的。本校关主任，因为他的行为，根据本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事实，我们决定给予警告处分。我本来也想阻止来着，可是……行了行了，什么也别说了。杨小波队长，恭喜恭喜，恭喜南洋进入决赛。谢谢，决赛见。冠军肯定是属于我们师大的。不一定，这得看冠军的奖杯喜欢谁了。冠军的奖杯肯定喜欢强队。你说对了，就是我们嘛。最强的在这儿呢，很嚣张啊。两支弱队还敢口出狂言，不知是谁口出狂言，
我们从来用比分说话。明天你们死定了。你就是张牧吧？对。听说还会拍两下球吗？怎么？捡人多呀？这三位小朋友就是 Jacky、嘉豪，还有罗森吧？不错嘛，青春偶像啊！这样吧，你们别打球了，我介绍你们到好莱坞去拍电影，我可是有关系哦。请你们放尊重点。哎呦，小帅哥，生气了呀？我们走吧。我们明天一定要痛宰这帮混蛋，好好教训他们。走吧。下一场的对手肯定是师范大学，上一次我们只输2分，这次我们变强了，肯定能拿下师大嘛。嗯，对，我要扣碎师大的篮筐。大家听着，师大是一个非常不好对付的球队，今天训练内容蛙跳30圈。啊，停！我知道你们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。你们是想问我为什么今天突然又让你们蛙跳，把你们累趴下？你们这帮年轻人呐，太浮躁，取这些成绩就不知天高地厚，沾沾自喜。要知道天外有天，今后遇到任何事情，千万不要骄傲，不要狂妄自大，否则的话将会输得很惨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比赛。金峰的实力确实很强。战俯视投篮，他是大前锋。
喂，小木，是妈妈，还在生妈妈的气吗？妈妈知道你怪妈妈，怪妈妈没有告诉你的身世，但是妈妈也是没有办法。别再说了，妈妈。好好，妈妈不说了。这些天你没有回家，你好不好？好。小木，妈妈很想你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你难道不要这个家了吗？小木，妈妈不能没有你啊。我妈妈接你回家好吗？不，你别来。那你什么时候回家？等联赛打完之后吧。好，妈妈等你。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和你爸爸都会等你回来的。你们注意身体。你也是，好好打比赛，我们等你回家。没有，东西都收拾完了。收完了。再检查一下，别落下什么东西了。爸爸，我突然好想回家，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尽快回去吧。嗯，等我看完南洋的比赛，我们就一起回荷兰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走吧。真没想到师大居然输了。金风队有那么厉害吗？你们以前听说过这支队伍吗？还有还有，真气死我了，金风的队员都那么拽。就是，还有他们那个队长叫什么？披萨叫杜萨，就知道吃。
哎，还有，他们那个大前锋也很拽呀。他们那个小前锋也很不错，中锋也是。他们的配合也很熟练。啊，那不是他们什么都很强？关键是和师大比赛里面看不出他们很强，他们到底强在哪儿？对，这是个主要问题。我们没有和金峰交过手，也没有他们的任何资料。我查过了，金峰篮球队从前年开始就是一支不错的队伍，因为在前年的时候，他们现在的队长杜萨考入了金峰，大一的时候就当上了队长，当年就进入了总决赛，拿到了第四名。去年的联赛就是在师大夺冠的那年，他们在杜萨的领导下又杀回了总决赛，在半决赛的时候输给了当年的强队理工大学，但是也把理工大学打得元气大伤，让师大在决赛的时候轻松得冠。没错，理工大学的铁三角号称全国无敌。是觉得去年理工大学不在状态，原来是金峰消耗了他们。理工大学的铁三角毕业了也就不行了。哎，相反的是今年金峰进来了两个非常厉害的新人，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前锋和那个得分后卫，加上原来打组织的那个杜萨和他们的中锋还有那个大前锋，他们今年是他们近几年来最强的阵容了，而且他们的教练是当年国家队的队长何冰。有录像资料吗？我会尽量找他们的资料的。完了完了，这次我们是死定了，连师大都输给他们，我们肯定没希望了。别说丧气话，如果连你自己都认为自己要输，那你肯定就输定了。对，我可不服气。忘了给我发个消息说再见，流着眼泪留下美好的回忆，没有时间证明我爱的沉醉，留恋的是相识相恋的回味，走进相识的那一天相对，才知道我们不可能。我的世界在徘徊，我的爱在等待，给过我的世界再不再来。你的心在飞扬，我的情却迷惘，为何我爱过的结果都一样？你的泪水在流淌，我的爱也凄凉，难道我们就错爱了今生？爱了今生。